第八课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Lesson 8. I'll go wherever you go. 你好，欢迎跟我一起学习 HSK 标准课程第三集。我是李雪乔。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第八课，课文一。你买过房子吗？你打算买什么样的房子呢？离公司近一点的，还是远一点的？高一点的，还是矮一点的？我们今天来看一看，小丽想买什么样的房子。好，我们先来学习生词。满意。To be satisfied. 跟我读，满意，满意，很满意，不满意。这件衣服很漂亮，不大，不小，也不贵。我很满意。那条裙子也很漂亮，但是有点贵。我不满意。这个房子很大，我很满意。注意，我们不说我很满意这个房子，可以说我对这个房子很满意。今天的菜不好吃，经理不满意。可以说，经理对今天的菜不满意。对什么很满意？对什么不满意？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。电梯 ，elevator。跟我读，电梯，电梯。这个是电梯，这个也是电梯。坐电梯，他在坐电梯。这个房子有电梯，很方便。这个房子没有电梯，不太方便。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。层 ，It is a major word used for floors. 跟我读，层，层，一层，五层，八层。这个楼一共有30层。我的办公室在16层，请坐电梯到8层。想一想，这是几层？我们说地下1层，
地下一层是停车场 parking lot。你知道上海中心大厦吗？ Shanghai Tower。它非常高，有118层。你可以坐电梯到118层，从那儿看上海，非常漂亮。中国有句古诗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You can enjoy a grander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. 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。我知道上海中心大厦非常漂亮，但是我没有去过，因为我害怕站在很高的地方。害怕 ,to be afraid, 跟我读害怕害怕。他害怕狗，他害怕去医院。你害怕晚上一个人走路吗？我不害怕晚上一个人走路。不要害怕，别害怕 ,don't be afraid。 你害怕什么？让我们看看这个词怎么写。好，我们一起复习生词。满意，满意，对什么很满意，对什么不满意。电梯，电梯，坐电梯。层，层，一层，地下一层。害怕，害怕，别害怕。你喜欢旅游吗？你去过什么地方？去年我去云南旅游了，云南非常漂亮。今年我又去了一次，明年我还想再去一次。小刚昨天生病去医院了，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。他昨天吃了一次，今天又吃了一次，明天还要再吃一次。又和再都是 again 的意思，放在动词前面。注意，又 plus verb means the recurrence has already happened。再 plus verb means the recurrence has not happened yet。我们看看下面几句话，应该用又还是用再呢？我们一起看一下答案。一，我昨天喝了很多咖啡，早上喝了一杯，下午又喝了一杯。二，这两天书店的书很便宜，我昨天买了一些，明天打算
再去买一些。三，你前天迟到了，昨天迟到了，今天怎么又迟到了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听课文。听课文前想一想，女的最近打算干什么？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。是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。20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呀。女的最近打算干什么？女的最近打算买房子。好，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课文。读课文的时候想一想，小丽为什么对看过的房子都不满意？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？是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。20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呀。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。小丽为什么对看过的房子都不满意？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。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，太高了，她害怕。好，我们再跟着录音读一遍课文。听说你最近打算买房子。是，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都不满意吗？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，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。20层怎么了？太高了，往下看多害怕呀。好，下面你能用你的话说一遍对话吗？小丽最近打算买房子，她昨天去看了看，今天又去看了看，但是都不满意。一个没有电梯，不方便。一个有电梯，但是在20层，太高了，他觉得往下看会害怕，所以明天还要再去看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做练习吧。选词填空。好，我们一起看一下答案。一，我昨天找不到手机了，今天又找不到手机了。二，我可以再要一杯咖啡吗？三，我一点儿也不害怕考试，因为我复习得很好。四，你对现在的工作满意吗？下一题，连词成句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答案。一，办公楼里有没有电梯？二，请问教室在几层？三，你怎么又感冒了？这节课我们知道，小丽最近一直在看房子。你最近一直在做什么？你的朋友们最近一直在做什么呢？课后请用在和又说一说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